小伙伴们好，我是 Jacky， 今天来到湿地公园这边说拍那个粉黛草的，然后我们看到现在的粉地草全是脚印，看到这现在的粉黛草变成这样子了，很多人在这边拍，但是这边粉黛草呢感觉很差劲，刚才航拍了一下感觉不太行，一会儿回去给大家看看航拍这边的样子。看一下，这是粉黛乱子草。这有个牌子，花草多可爱，粉黛别伤害。这不允许脚踏，然后我们看到这全是脚踏的印子。这边的环境也好。